子小姑娘，准备欣赏精彩的对决了。诅咒的力量更强了。快开打喽！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知道了。为了卡兹莫丹，很好。胜利是我们的。就有更多人头可以拿了。克服了挑战。复仇近在眼前。知道了。选择天赋。必须撤退。为了名誉跟荣耀，撤退回防。选择天赋啊！看看是谁回来了，快点赶上大家的脚步啊！当然，迎向胜利。战士的灵魂，我来处理。很好，我的魔力在身体里流动。守护者，我要让这些凡人接近神殿。选择天赋，我要宰你。未来出发，背负诅咒之身。
天赋保持下去，未来是需要争取的。神殿里越来越明亮，很快他们就会沐浴在我的荣光之下。为了名誉跟荣耀，我要宰了你！我出发了！北部诅咒之神会毁灭他们。选择天赋，神殿的魔力你已经偷得够。有机体阿巴瑟与你同在。你犯了致命的错误，进攻的时候到了，这才是狩猎。共生体，你强化了。哦，赞哦！连杀结束了。在神殿里越来越明亮，很快他们就会沐浴在我的荣光之下。我都熬过来了，北部诅咒之神会毁灭他们。
就是你，选择天赋。老狗还是学得会新把戏的，吉尔尼斯人绝不退缩，这下有意思了，敲烂他。诅咒之身会毁灭他们。就是这样，错误杀得我肚子饿，复仇近在眼前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借一剑力，你强化了。下一集，就是这样，爽他！我要
点赶上大家的脚步啊！是不是有人跑了？啊，也好，这样我们就有更多人头可以拿了。让这些佣兵知道谁才是太阳皇后在神域里面。就会沐浴在我的荣光之下。鲜血、啤酒和雷霆 MVP。